打开浏览器，在搜索框里输入 Steam， 再点击搜索，结果出来就点击官网的 Steam。 进入网站后，在右上角点击登录，进入登录页面后点击加入 Steam。 在创建您的账户里输入您的电子邮箱，比如 QQ 邮箱，在输入两遍邮箱后，接着点击进行人机身份验证，然后阅读完条款就可以勾选了。系统自动发送电子邮件到注册时填写的电子邮箱上，需要登录该邮箱进行注册验证，接着登录您的 QQ 邮箱，即可在收件箱里看见 Steam 发来的邮件，直接点击打开它，然后点击验证我的电子邮箱地址，即可完成注册。注册成功即可返回注册界面，此界面就可以关闭了。在注册界面里，需要用户填写用户名与密码，即可登录。